摆，我已经肯足久的，我即马就甲这粒炸弹送予你，甲你炸个脆糊糊。你用尽手段，把我当作石头面人伫手内，你即马是不是决定的啊？坤正，你相信你，董俊会当我甲未来人生，拢带住伫你的身上，你想做咩来创治伊啊？哎，谢东俊，我有答应过你，要你等于伯顿高中做校长，啊，不过我敢无叫你动手拍学生啊？你家己袂忍得气啊，结果去予郭教授，甲你叫去公审，是你家己种的恶因，所以即马这个恶果，你还要家己吞落去才对。既然你不是真心想要斗相共，想到要介绍迄个处长的实在，可还不是董俊，爱私底下送钱给伊。我是对一句话，讲我私底下送钱给伊。你的翁婿啊，伊解毒错误，结果这条理由呢，要算来我的身上。谢董俊，我讲一个较歹听的，你是我推荐，结果即马代志步到这个地步，感觉见笑，感觉下面做的人是我才对。单调性，你这个香槟赌鬼，你跳高把我捧到滚滚滚，就是为着要把我削到脆糊糊。你的目的，就是要把我逼到走投无路，对吗？哎，总算约定了。我唔知道是你悟性较歹，还是你真正这尼啊憨蛮。你一定要把家己母家搬到十八层的地界，你才有法度了解。可恶你！董俊，董俊，陈忠信，董俊并无得罪你，你想做乌干吓一跳，甚至吓伊爬袂起来，你死人，你来这里看我！叶信，你为着要把我当作是家里翁啊，又在你死人，所以自头到尾拢是你设计，甚至一开始性骚扰事件嘛是你母的对无？哎，坦白讲啊，性骚扰这件代志，我是完全无参与到，只是有好一个灵感，就是你这抱了最高啊，我直接给你拍落底，和你伫我面头前直接趴伫咧涂骹。迄个时阵啊，我只要等一支完全无疤的骨头给你啊，你嘛同款对我感恩戴德。然后，和你浸一下温泉，洗一下身躯。搁一杯温暖的烧茶，予你啉，等于将你脆弱的心全部被收过来。所以认真讲起来，谢东俊，你的信任啊，真正是俗家那啥。用这物件，就简单买会到呢。看到一只狗，完全相信我，完全依赖我，我心内淡薄仔欢喜了。不过我较无介意的是啥？你家己抓出来事端，你无才调解决，你就提提靠靠。再来我面头前，袂输三岁囡仔同款，爱我替你收尾。你已经四十岁啊呢，你安尼敢袂伤过见笑？陈兆信，我跟你拼！陈兆信，你安伤害同俊，你敢真心唔叫我报应？哪要讲着报应啊？你等于爱怪恁老爸罗在行，因为欠我实在太济。人讲负债囝儿是债来行，我感觉上班开桥恁开桥，我也做回来，安尼较紧啊。你真正不是人。有讲过，我对你还阁有淡薄仔作用，就是你讲这，把我当作是保护阮赵老板的工具，还阁有保护恁老母朱丽萍。那无，你是有什么作用啊？陈兆信，我要你死！董俊，你安尼是有什么资格做人的老师，来教学生啊？学生啊，只要参照你所讲的，命运由我不由天，安尼是不是随啊随也拢跟你同款？来轮到甲趴伫个涂骹，趴伫个我的脚边，你安尼五人主题敢好？
不要紧啊，我现在还有你一个机会。把我的皮会切切的，若是切了有清气，我会等一条救命的绳子给你，把你的人生啊，搁救倒回来。我这人讲会到做会到，现在就看你是不是有这个智慧，愿意相信我。董俊，你别相信他，他是鬼。你若是再相信他，他绝对会跟你听这路吧。蓝雕仙，你死！你这只恶鬼，我这么多生你酒了，我袂让你死啊！无人当野兽甲你拜，无人当替你跑道，我袂让你当个绝家绝孙啊！放手，董俊，你去放手，爱你出老命。董俊，你打给董俊，把董俊当作伊个共款，来顶顶头针，看到伊痛苦，听伊惨叫。你感觉真欢喜哦！啊，你敢讲，拢无感觉有一点点啊心痛，都已经经过几十年啊！你搁活到咩当年哦？因为当年发生遐代志，才有一个全新、完全无同款的陈忠祥。从当阵开始，我甲你罗在英冤仇就甜对一世人。算起来，谢东君算衰啦，才有你这款的丈人吧？啊，唔对，伊的丈人吧，唔是你，是王文金。所以你搞啦，你算有先见之明，你知影唔通白白出来去救别人的查某囝，甲惊死啊！我牙膏是不是感觉一个人趴在米酒杯顶头啊？歹势啦，我哩失望了。富贵在的身后，你用这来打击我，所以已经向我特别的。今仔日你也无可能看到阮罗家任何一个人多，连都有机会会当看到你家己多。李翔，你阁想要变啥出头？你甲董俊拍落地个，你感觉真欢喜。我问你，敢有感觉有一点点的心跳？你讲无？那呢？你甲这内面的物件看清楚，叫我一个新的答案。用你百花的手，亲手毁掉你家己的亲生后生。我即摆刚刚听到心肝脆骨骨的声，绝响，确实是绝响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再见。即我当初明明就欠过啊，结果根本唔是咧。阿两脚巴嘛有胖啦，伊讲你伫怀疑讲董俊是毋是你的后生，我嘛半信半疑，所以我叫人带在你后面，知影你要做亲子鉴定，啊，不过你人坐遐，我的人已经伫内面啦。亲子鉴定的 DNA 是符合的，甲报告掉吧。是。对，是。
俊，你哪里还尿遁？你要定钱，东俊，东俊是对付陈忠信机，你那个陈忠信有啥物差别？你讲啊！原来啊，我伫你这边是工具人啊，伫你这边嘛是工具人呢啊！这同军，你别安尼啦！我原来啊，拄只我是趴伫我的亲生爸爸的脚边呢，伊无用脚雄雄甲我站落，我都应该头笑啊吼！我感觉足骄傲的，四十年的打拼，四十年的奋斗，原来是一条笑话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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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跟恁老爸老兵完讲一个话啊！我本来阁廖尊讲，你是一个习惯孤独的人，看起来你嘛是一个需要亲情的普通人啊！你怎知想？或者多句，我咧变甲强要起笑，你的心话，敢无感觉有一点点的心痛，一点点的亏欠，一点点的后悔？什么事情？什么样的？不是这款大事啊！这一件是假，罗家英，你先陪我啊！陪我，为着要达成目的，不清楚，你无资格啦！你开这道刀，说你无这个好心。爹咪，你给我爹！爹，爹，爹，走掉！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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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！你的亲生后生在你面头前，你无必去介绍你，无可能，这不是真实的，这当然不是真实的。我不是你的老爸，我亲身见过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后生。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真痛苦，不过你不是孤单一个人，你永远。我是我最爱的翁婿，不管未来安怎，我拢会跟你做伙走落去。我好像是当初，你知影我生世时阵同款，就算我是天崩落来，我嘛会跟你做伙，把天搭起来。我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不是孤单一个人。我已经会陪你面对所有的一切，你敢袂当出来？同学，我会陪你从这走落去。